我之前跟各位讲那个证照考试的题目，你请各位看一下第三类好了。第三类部分其实就跟我们这一类蛮这个现在上课的东西还蛮接近的，那只是说呢，它是用那个题目的部分哦，比如说它今天需求是这样啦，像302这一题哦，叫做回圈偶数连加，如果它今天希望哦你写出一个什么一个程式，然后呢，当它输入什么呢？输入14。意思说从14到1144，那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的偶数部分加起来，加总之后的结果帮我把它 print 出来的话，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？OK， 好、哦，那、啊、首先的话，当然哦，你可能就要先开一个新的 module，OK、okay, 哈、哦，然后也许你可以在旁边这样看，哎，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，需要 A 跟 B 好了哈、哦，假设输入一个，所以你可以什么 A。等于什么呢 ？input， OK 哈，然后 input 括弧，那里面不用输入任何东西啦啊，记得啊把它转型 int， 因为呢它输入的一定要是一个整数，然后一样的方式的话哦，再输入一个 b 嘛，所以啊、哦、这边的话呢，你就在一个 b， 然后把这边改成 b 等于 input， OK 哈，然后输入两个之后的话，那我要把它做什么呢？偶数连加，也就是从14加16再加18。再加2，一直加到1144为止，哎，里面的偶数哦，那我应该怎么写这个程式呢？哎，特别说有个固定范围，对不对？14到1，所以哦，记得一定用 for 回圈嘛 ，for i 什么 in range， 对哈、哦，然后括弧，那再来的话就是从 a 开始的哈、哦，逗点到 b 的后一个，所以 b 加1就可以了。然后中间的话要间隔2的话，就逗点2不就好了？有没有？那14下一个就16，再下一个就18。哎，对，那冒号 ，OK， 有没有 ？Enter 一下。那再来，如果要把它累加的话，那我应该怎么？再多增加一个变数啊？也许叫 sum 啊，也许叫 s， 哎，也许这边加一个 ns 好了哈 ，ns 等于0。哦，这个要 total 加起来，所以 ns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它自己本身。累加嘛哈，加上 i 就可以了，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哈？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呢，我要把它累加起来的话，那所以呢，我预设值0嘛。那如果当 i 等于14，所以输入14嘛哈，14加上0，那就存回去了。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一串的意思是把后面计算完的结果存到前面去。那14存起来之后，那下一个就16，那16的话就14加上16。14 16啊，30有没有存在前面，然后再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直到1144。所以最后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它 print 的结果 print 啊、哦，所以最后的程式应该这样都 OK 了 ，print 什么 ？print ns 就好了。哎，看一下，啊，写完之后的话，所以这一题的话，假设考试哦，其实这也就正常考试啊，我只是觉得这个题目好像感觉跟我们前面教的还蛮像的，那把它执行看看有没有，那就。14 Enter 1144 Enter， 如果得到下面的结果的话，那恭喜你这一题就拿分了。Enter， 哎，3277，哎，对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啊、哦，你说这个考试很困难吗？我觉得倒还好啦。OK， 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哈，啊，那再来的话，下一道题有没有？回圈倍数总和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输入21，为什么得到50呢？哦，他说5的倍数啦，所以意思是说哈、哦，从1到21之间，如果能够被5整除的数字，就帮我累加起来。所以你其中的话应该有多少？ 5 嘛，对哈、哦，再来是10，再来是15，再来是20，哎，加起来刚好50，应该懂那意思吧？哎，可是我要怎么样可以写这个程式？所以一样嘛哈，哎哎，所以假设啊哈。如果你最好啦，我是建议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程式练熟啦，你一定要找东西来练习。如果现在找不出东西的话，你拿证照考试来练习好了。然后练完之后还可以去考证照。如果你工作上或者你未来有需要到证照的话，你可以把这练熟，一鱼两吃嘛，对，一举两得嘛，对哦，又可以把 Python 学好，又可以把证照的题目练熟，然后又可以拿证照，哎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。这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，好、哦、啊，其实我觉得这题目真的不难，
像我这每一题都自己做过了，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现在练习的这种观念哦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一题怎么写？所以其实应该什么一样嘛，一样让它 input， 所以哦，其实甚至可以把刚刚这 A 拿过来，有没有？甚至这程式都可以拿来复制的啦，整个复制来改好像比较快一点。你再另外开一个那个啊，一个新的 module， 把它贴过来，哦，贴过来，然后呢不用 B 嘛，好，有没有？然后呢 A 输入之后的话呢，那实际上就是应该从一开始，所以这边把它放大一下，好，应该从一开始到 A 这个数字，有没有的后一个停下来，应该就是一到21，这个是一个 range。那只是说呢，我们这边哈，并不是累加哦，而是判断说它这个 i 的值能够被5整除，就把它累加，所以这边会多一个逻辑判断 ，if 能够被5整除的话，那就 i 除以5哈，啊，特别重要的余数等于0哦，哎，还记得吧？除以5的余数，所以百分比5有没有？这个就是除以多少的余数。啊，除以5之后的余数等于0，能够整除的话就等于0，这样就是能够被5整除的意思。然后冒号做什么呢？把 ANS 哈，后面的部分累加起来。啊，所以哦，刚刚是无条件一律累加，那现在的话呢，只能够累加的状况是能够被5整除才累加。啊，最后一样把 ANS 把它拼得出来，哎。答案就 OK，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？哈，所以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倒没有很困难，好，然后很直觉，所以哦，有空的话啦，我是建议哦，你可以把这些题目好好练一练，里面总共有1到9类哦，总共有90道题啦。如果你把90道题哦都做完了，而且都很熟练的话，第一个你考证照 OK， 第二个的话你应该 Python 也不会弱到哪里啦 ，OK， 好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啊。这些题目云端上都有，你们有空的话自己再玩玩看，然后把它 run 一下，这应该就这样应该写完了，写完之后21看看 ，enter 如果是50那就 OK 了，哎对，哦50有没有哦？所以你看哦，底下的话我就不 demo 了，以后有这个有兴趣的话自己玩玩看，哦，哎回圈阶层，什么叫阶层呢？阶层的话呢，哦，实际上几的阶层嘛，事物的阶层意思说哈。一乘上二乘上三乘上四乘上五，一直乘到15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，把全部串在一起，哎，那所以呢，一乘上二，所以其实一乘上任何值啊，其实也都一样嘛，啊，所以啊，应该是二开始，二乘上三乘上四，一直乘到15的 total 是这个数字，哎，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乘完的结果存下来？哎，那，啊，其实哦也是差不多的道理。其实甚至啦，这一题的话哦，甚至也可以什么，把刚刚的程式哦稍微改写一下，一样嘛 ，input 一个，然后 answer 的话呢，一样会有个 answer， 啊，然后它只是说呢，那 for i 等于它输入一样 a 加一，所以其实不用改，因为如果输入15的话，一样从一帮我乘到15停下来，那只是说乘的话哦，那就不是逻辑判断了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一个叙述，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啊，把它乘就好了嘛。但是哦，可能一个地方要改，哪个地方？看得出来吗？乘哦。哎，对，因为你如果0乘上任何值都是0，那你乘完之后变成0，所以应该多少？ANS 应该一嘛，对哈，所以 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改一下。好，程式写完了，答案 OK 哈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输出，啊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下我们就做3题了， 15 Enter， 如果等于1376这个数字的话，1376，对，没错吧？程式写完了 ，OK， 哦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哎，你会发现这个考试其实说真的比想象中。应该还稍微简单一点点啦 ，OK 哈，哦，所以如果你假如希望把那个 Python 学好的话啦，其实不然就找问题，哦，要不然就是练习我们上课的这些范例 ，OK， 然后你把它练熟之后呢，哎，之后哈，哦，我想应该就会
越容易了。好，第五题，第308，第对吧？底下也是这样啦。这题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，它可能要分两，比如说一的话是只跑一次回圈，三的话呢是跑三次回圈，有没有？输入这个得到这个，输入这个得到这个，输入这个得到这个啊，上面这个是跑几次回圈，哦，哎，所以啊，不过我们可以拆开来看呐、啊。我们可以第一个啦，其实这一题哦，它主要要叫我们做什么？这个为什么会变这个？这一题比较难一点点。这个为什么变这个？有没有发现？它上面有叙述啦，就是哦，你把9加8加7加6加5加完之后就是35了。OK， 意思是说哦，把每一位数通通都抓出来之后，哎，把它加在一起的结果，帮我 print 出来，哎，哇，那这个就麻烦了，所以这一题是稍微比前面那三题还要更困难。那我要怎么样个别取出来哦？有没有取这个，再取这个？所以哦，几个方法啦，但至少我在云端上有分享好几种写法。那我发现最简单的哦，就是先，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数字。那数字的话呢，如果你要拆开来的话很麻烦，变成你要什么求余，除以多少的余数，有没有？除以10之后余多少？余5，你就把5拿掉，然后再除除，再把这个5去掉，变成9876，好，然后再求余数，然后再把这个值去掉，所以这个用数字我觉得比较麻烦，比较简单应该是把它当什么？当文字。那如果把它当文字的话，基本上呢，在 Python 里面的文字其实就是一个串列。那所谓的串列我们讲过嘛，串列的话呢，它基本上哦，如果要抓第一个数字的话，那基本上哦，假设这个把它放在 A 好了， A 等于这个的话，那如果要抓第一个就是 A 什么中括弧，抓第一个字的话那就给0就可以了，0就抓到9，这个抓到1，有没有？2、3、4，也就是它的位置哦，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字串的话，可以把它模拟成一个串列，然后分别把它取出来，再把它累加就 OK 了。这个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哦。啊，至于有兴趣的话，各位可以想想看，哎，怎么样去做哦？其他还有像什么回圈公式计算，这边要开根号了。不过根号的部分的话也蛮简单的，就是在那个 Python 里面有一个 Mesh 的那个模组，里面就有一个。就是求平方根的一个函数叫 sqrt， 哦，就是开根号的意思，或者是你可以什么乘乘 0.5 也可以啦，乘乘 0.5 也是开根号啦。 OK 啊，几个方法，如果兴趣同学哦，可以不妨先有时间的话看一下第三类的题目。那至于答案的话，其实这边也有啦，有没有解答程式码？那你可以看一下第三类的答案哦。现在在哪里？第二类，第三类，在这里有没有？刚刚讲的这个第302题在这里，剩304题的答案在这里，有没有一模一样？哈、哦，306的答案在这里，308，就在这底下。OK， 好、哦、啊，有兴趣同学啊，哈、哦，自己看一下答案呢，其实只有5行而已。不过可能还要再加上那个次数 ，OK 哈、哦，啊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来切一下。啊，我是建议啦，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哦，也不妨哦，可以拿那个证照考试题哦，来当成是上课的练习题哦。